你让他走一步干嘛？然后你后面。会太大声吗？他要走一就对了，那我就三了，你就二了。听不太到你的声音。太小声了。这样可以了。会太大吗？这样可以啊。进来啊！先打回来啊！
啊，你三天没有玩了。对啊，三天没有玩。我是都有打，只是有时候没有打那么多。先退回来。上面两只啊，哦，这屁呢，秒杀、啊。这稳赢的。这个一个人可以打三个，去吧，去打三个。给你表现。这个还是真的是我的问题啊，这个还是真的就是我的问题啊，当然。没有这个还输，就是对方太强了。
应该都还好了，运气运气的，刚好遇到强的。没有玩好几天了。啊，当然了。我很久没有打 PK 了。秒杀欸，38名呢，起码拢前50啊。是啊，战狂，战狂的最近好像蛮厉害的。
先跑啊！你先干掉他，不用顾我，我不会死的。先打后面那个。哇，那边剩啊！打到了，进来进来进来，打进来哦。上来救一下，10点钟。